次翻到嚟 Montreal 或者家鄉咧，咁首先，因為我成日咧都好想咧有機會可以翻 Montreal 嘅，做一個節目啦。今次可以帶住一班人翻嚟啦，翻嚟我自己家鄉介紹我長大嘅地方啊，邊度讀書啊，講下我以前嘅事咧。其實個感覺係有少少好似一個過程結束啦，咁嚟緊咧。